车体八百多条焊缝，牙咬焊帽，单手完成。超薄钢板焊枪绣花，14公里繁难焊缝无一漏点，密闭高温，火花淋浴，焊接核电站高压管道100%合格。工匠境界，炼技修心。 2016年7月15日，由陆军部队组织的跨越2016朱日核 A 演习正式拉开帷幕。坦克集群在辽阔大地上风驰电掣，一往无前。1915年，世界上第一辆满身装甲的坦克问世于欧洲的时候，中国的工业系统生产一口铁锅都很费劲。现在， 中国坦克制造能力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方阵了。装甲是坦克之所以成为坦克的第一要件。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焊工卢仁峰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坦克的各种装甲钢板连缀在一体。它是保证它焊缝的整体性，每一个点都不要被破坏，是吧？ 它一旦被破坏，那就涉及到，就是官兵的生命问题。一辆坦克的车体由数百块装甲钢板焊接而成，长短焊缝多达800多条。 穿甲弹击中车体的时候，每平方厘米会产生数十吨到数百吨的高压。如果焊缝不牢的话，它们就会成为最容易被撕裂的开口。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焊接质量是坦克装甲强度的重要保障。荷甲弹，你有多高的防护，它有多高矛和盾的关系。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承担着我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的生产任务，而作为厂里技术最好的焊接工人，卢仁峰专门负责焊接驾驶舱，这是坦克上最关键也是最复杂的部位。焊接这种复杂的异形结构，在国际坦克生产过程中也是一道难题。 卢仁峰解决这个难题的答案是，一直交出100%合格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是他靠一只手完成操作的。20多岁的时候，卢仁峰就已经是厂里重点培养的技术骨干了。1986年，一场事故让卢仁峰的左手遭受重创。 手被剪板机切掉以后，当时穿血穿挺厉害嘛，然后我就把工作服给扯了，就给绑在这个胳膊上了，还试了一试，还能干活不？感觉就完了，将来以后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被切去的左手虽然勉强接上了，但已经完全丧失了功能，别说辅助焊接工作，就连生活当中端杯水都做不到，这让卢仁峰十分沮丧。 那个时候是我最困惑的时候，曾经犹豫过很久，到底这项工作去不去做了，去不去坚持下去了？单位的领导啊、同事啊、我的朋友啊、工友们也都劝我不要干这个工作，说改一项工种吧。可是卢仁峰却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决定，他要继续做焊接工作。那段日子，卢仁峰泡在车间里，顽强地坚持练习。 愣是靠给自己量身定做手套和牙咬焊帽这些办法，用单手代替双手，恢复焊接技术。我这里为啥还要有这个用牙雕？实际上这个手就是辅助一下，帮我拿上来。当我焊开了以后，基本上。 我就拿牙咬着，你看这个手套明显就比别的厚的了。哎，我卡零件，一般我能卡住零件，就用它，而且它不怕烫嘛，用烂了三个了呗。
这算是第四个了。为了提高单手的焊接技艺，他给自己定下了守恒任。每天下班之后焊完50根焊条再回家。从那个时候起，夜晚的车间里就常年有了炉人风的身影。每天50根焊条，5年的时间。 他不仅恢复了过去的焊接水平，而且再一次成为厂里焊接技术的领军人。这个在技术上把不断突破自己当成职业目标的人，完成了超越生理极限的突破。而卢仁峰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挑战即将来临。 本世纪初，我国正在研制新型主战坦克和装甲车辆。这些新型战车使用坚硬的特种钢材作为装甲，然而这种材料的焊接难度极高，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碳当量高得多得多，可焊性极差。所以说，它难就难在如何控制不让碳当如此高的碳当量金属材料不产生裂纹。 作为领军人的卢仁峰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焊接方法，这样工人们才能以此为范式展开规模化的生产。为了研制出新的焊接方法，卢仁峰把自己家的煤气罐、煤气灶、厨具都搬到了车间，吃住在车间里反复琢磨。每次碰到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卢仁峰就会带上这顶为自己发明的牙咬焊帽，单掌。 举起焊枪，我可能是越是困难越向前的这种。我从来在困难面前没有畏惧过。别人说这个难干，那个难干，这个干不了，那个干不了，在我的眼里来看，没有干不成的活。只要去坚持，只要是努力的去做，都能没问题的完成。 卢仁峰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做了上百次试验，终于对新型钢材的性能了如指掌。甚至他仅凭一块钢板掉在地上的声音，就能听出其中碳当量有多少，判断出应该采用怎样的焊接工艺。一批新型坦克装甲生产下线。 在穿甲弹冲击和车体涉水等多种严峻的考验中，坦克车体依然坚如磐石，密不透风。卢仁峰已经工作了37年，从我国最早的590坦克，到现在正在研发的第4代新型主战坦克，都有卢仁峰参与攻关研发。 不断突破自己的技术峰值，成为他不肯停歇的追求，如同临阵冲锋的坦克。2015年9月3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大阅兵的27个装备方队如钢铁洪流般驶过。身为陆战之王的坦克亮相于第一方阵，而这个王者的王冠。 是由无数双像卢仁峰一样的工匠之手加冕的。卢仁峰的焊接目的是让焊接板外面的东西打不进来，张东伟的焊接目的是让焊接板里面的东西漏不出去。张东伟绝不想让焊缝中漏出去的东西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它在零下160多度的低温中液化，自身的温度稍有升高，就会快速气化、强力膨胀。遇到哪怕是金属工具的小碰撞、小摩擦而出现的细微的火花，泄露出来的部分都会瞬间爆炸，其威力绝对不亚于烈性炸药。 张东伟的焊接容器就能够密封这种东西，这种东西的英文简称是 LNG， 中文名称是液化天然气。LNG 体积仅为气态时的1/600，这样的大比例压缩特别适合于远洋运输，但是对运输船的技术要求极高。
制造这种船所需要的电焊工都有特殊的电焊手艺。像烧这个氩弧焊已经烧了10几年了，这个手啊有一种机械的这种记忆了，感觉就是哎这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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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就像一个闹钟一样的，它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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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在世界民用造船领域建造一艘 LNG 运输船的难度堪比建造一艘航母，能够建造这种船的国家世界上也没几个。LNG 运输船最大的危险就是泄漏，装了10几万吨液化天然气的船，简直就是一颗假寐的巨型氢弹，谁敢想象它的漏液点火呢？ LNG 运输船防止液化天然气泄漏的关键构造是铟瓦钢内胆。张东伟的工作就是焊接那些构成这个内胆的钢板。LNG 船就相当于一个热水瓶一样，热水瓶外面有一个外壳，里面大家知道都有一个内胆，对吧？内胆是双层的，那么我们这个 LNG 船呢，就是这个样子。 LNG 船的铟瓦钢内胆壁的厚度是 0.7毫米，大约相当于2层鸡蛋壳。铟瓦钢非常的娇气，手指直接触摸或是沾上汗液的话，都会导致它生锈。这使得张东伟和工友们每一次登船作业都是陪着千百倍的小心。 焊接铟瓦钢薄板的焊熔深度必须要稳定在薄板自身厚度 0.7毫米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会击穿钢板。理想的焊熔深度是 0.5毫米左右，这也是张东伟自己的工作尺度。就这块板，这块，进上去你看，一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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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块板特别特别的薄，就 0.7个毫米。那么如果说我们采用普通的， 对不对啊？手工焊，实际上根本就不能焊，上去就是穿掉。那么现在我们采用什么焊呢？就是说铟弧焊。这个难度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又要把这个焊缝烧好，又要这个反面不能焊穿，对吧？还要保证它的你反面的这个绝缘箱，对吧？不能着火。上个世纪 LNG 船的制造技术被美国等少数国家所掌握。 中国自然也就没有 LNG 船制造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人才。直到2005年，中国才有了第一批16个掌握铟瓦钢内胆焊接技术的工人，张东伟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先倒进去，先倒一趟船。10几年过去了，中国 LNG 船的制造水平飞速提高，如今。 沪东中华造船厂正在同时建造10艘 LNG 船，最新一艘 LNG 船的内胆由 3600片规则的和数万片不规则的铟瓦钢板焊接而成，全船铟瓦钢焊缝的总长度可以达到140公里。虽然 90% 使用机器自动焊接，但是在角区等特殊位置，手工依然是不可替代的。 也就是还有14公里的樊南焊缝，需要人工完成。手工焊，最终的目的要烧的跟自动焊一样，对吧？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作为铟瓦钢内胆焊接的领军人物，张东伟必须培训引领新焊工们都能够达到够用的稳定技术状态。这里的够用，其实就是极高的意思。 我自己带徒弟的时候，我是这个心态，就是我希望我带的徒弟技术方面就可能超过我。如果说人人都能往上一个台阶的话，那我们国家这个像技术方面这个人才的话，那肯定是后继有人了。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技术师傅还要兼有心理咨询师的职能。在他看来，工作压力的增大、情绪的波动，都会直接体现在焊接质量上，因为 活计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就不光是手上的事儿了，还关乎心理的事儿。心不定，则手不稳；手不稳，则活必糙。对我们要求也是很严格，因为他自身对自己的要求就很严格，包括我们烧焊缝呀、工作呀、态度啊什么的，就是很注重细节，就是
能烧好的时候就尽量烧好，就是不能说以那种就是说哎呀能卖得掉那种心态，反正能提交掉卖得掉就可以的。他宁愿就是你烧一段半份，你要保证这一段成型要好要漂亮。每天晚上在质检部门检验之后，张东伟要对班组成员的所有焊缝再次进行检查。他试图通过阅读这些焊缝，感知每一名焊工的情绪变化。张东伟还会在焊缝上以留言的方式舒抚年轻焊工的心理，努力使之情绪轻松，减少手上的失误，以降低返工率。因瓦钢焊接的一处返工将会使相关工作量增加十几倍。比如说昨天跟老婆吵架了，比如说小孩生病了，那对于每个人来说，你今天来工作的话，肯定心里面有一点有想法吧。但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什么呢，我既然上去干这个活了，我就要对这条焊缝负责任。你上去烧了以后，你就要忘记一切烦恼的事情和开心的事情，然后静下心来把这个焊缝烧好。什么事情等焊缝烧好以后再去做，再去想。对一个因瓦钢焊工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稳定自己的心理状态，而这个状态的控制不是能够轻易做到的。张东伟总能够有办法让自己在端起焊枪时平心静气。张东伟焊完一条6米长度的焊缝需要整整5个小时，连续5个小时，张东伟心如止水，手如浮雨，身如渊亭月志，这确实是大匠境界。这个境界是要先修出心境，才能达到寂静。又一艘 LNG 船接近完工了，所有的脚手架拆掉之后，张东伟走在自己亲手参与焊接的巨型因瓦钢船舱里，仔细地观察这些焊缝。他看到了每个焊工的工作状态，透视出他们的心灵续写。烧电焊的要沉得下心，耐心也好。实际上最能够体现我们焊工这个好的地方就在哪里呢？做密性实验的时候，我们能够这么大一个仓达到零漏点，一个漏点都没有，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这个肯定。更多的中国 LNG 船陆续出坞，张东伟们的心路历程将随着 LNG 船的遨行世界而愈加广远。和张东伟一样，魏小鹏手里的工具也是一把焊枪，干活需要的是一样的超级精细，每天的劳作都需要承受超极限的艰巨。于是不同的操作空间里，电焊火花闪烁出了同样的匠艺瑰丽。在东部沿海的连云港，田湾核电站正在紧张建设，密集布设的管道历尽曲折，大都指向核电站的核心部位——核反应堆。这些管道实际上就是连接核电站心脏的血管，特别是主管道。在这个核反应堆设计寿命的40年全周期里，高辐射、高流速、高温、高压的介质日夜不息地在以主管道组成的回路当中流过，这对主管道的焊接之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如果一旦不能承受这种考验，核岛内部的介质泄漏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情况不能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控制，
那更加危险的核泄漏也许就将随之出现。如果这个一旦泄露不得了，这核电就相当于就报废了，对这个地方的这个生态环境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出于最重要的核安全考虑，这个核电站的主管道设计管壁厚达70毫米，是目前中国所有核电站主管道当中最厚的。由于这种材料结构复杂，焊接难度大，目前只能采用手工焊接。而这样的手工焊接需要世界级水平。核电领域里边，就是主管道就是最高的、最高水平的那个焊工，才有资格去学习干这个。田湾核电站从一期工程开始就采用了难度极大的手工焊接技术。魏小鹏的师傅彭存立和姚军都参加了当年主管道的焊接。到了田湾核电站二期建设时期，岁月已经让这些曾经参与一期工程的资深焊工超过了拿焊枪的年龄。他眼睛会老花，而且体力慢慢，你过了40岁嘛。主管道的焊接必须保证合格率为100%，容不得任何安全隐患。即便焊接技艺再高，一旦过了40岁，都必须退居二线。我把我的技艺、我的技术，还有我的经验，一代代去传给他们。虽然师傅们都不能亲自参与二期工程的焊接，但他们在一期工程中的焊接技术和工作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年轻一代核电站管道电焊工。我说以后我就要干成这样，甚至比这个还要好。田湾核电站二期三号机组主管道焊接进入收官阶段的时候，梅雨季节也如期而至。连续的雨季，然后它对里边我们这个工作环境那个湿度的影响非常大，但这个湿度呢要对我们焊接就形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因为它极易造成我们那个焊条燃烧过程中产生你看不着的气孔，这个东西就跟幽灵一样。这种气孔是人用肉眼无法观察到的，而它们的存在对核电站的长期稳定运行可能造成极大的威胁。你气孔一多了之后，以后就容易造成那种应力集中，应力集中之后它那个地方就容易产生裂纹，裂纹一大了之后这道口就可能有可能断裂的。解决气孔问题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停工等待雨季过去，二是出现问题重新返工。主管道的焊接质量和日益紧迫的工期不允许这两种情况出现，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避免气孔出现。有效避免气孔出现的最佳途径就是降低湿度，需要加热到200度的高温进行预热。这也意味着主管道的电焊工很多时候必须要在高温炙烤下闷在管道里操作，并且要求焊接不能出现任何的偏差，这完全是超极限的操作了。那一道口要焊很长时间，光焊条都要焊4600根左右，焊那么多，然后里边你像平常都是加温的，特别热，夏天像我们那个焊甩的到处都是。焊接需要在不同层面上同时进行，两个焊工同时对付同一条焊缝，这样的对称焊接要求两个焊工每一根焊条的焊接速度、电流、时间要保持绝对同步，最大限度减轻因为焊接不同步给管道造成的细微变形。这样的对着干需要两个搭档的技艺同样精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同等对话。魏小鹏和同事魏海涛组成了这样的一对搭档。曾经我们都是对手，但是现在我们走在一块了，我们是队友，是战友。两人隔着几十毫米厚的钢板，同声相应，心念相通，配合的同步性越好，
焊接质量越高。电弧燃烧的声音虽然是噼里啪啦的在你们听来，但我听着特别悦耳，跟着我的感觉走那种。2000多年前，庄子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影城人的鼻子尖上沾上了一片白土，像苍蝇翅膀一样薄，他嫌脏，就让一个匠人来去除。匠人抡起斧头劈将下去，白土被刮得干干净净，而鼻子毫无损伤，影城人也毫无惊悚。过了一段时间，有人让这个匠人重现这个过程。匠人说，这样的事儿必须有合适的对手，那个影城人不在了，这样的场景就无法再现。魏小鹏与同伴隔着钢管的对应烧焊，就如同大匠运金这个典故里面的高人绝配。对于合作性的高精尖手艺来说，经常需要神一样的队友才能共同完成一件杰作。你不能有一丝的自私的那种私心，你必须要全部的敞开你的想法，有什么问题必须要及时的沟通交流。魏小鹏身材高大，着装的肩宽约70厘米，而主管道的内径仅有90厘米。你往里爬的时候，空间很狭小，进去之后感觉以前小时候钻地道那种感觉差不多。这是一种动转不能的强行约束，无论怎么不舒服都要强忍着。保持不了一个特别好的视线角度，你就保证不了焊接质量，所以有时候就要忍住铁水那个飞溅往下掉，烫得很疼啊。魏小鹏在极为狭小的空间下操作，只能任凭焊花火屑迎头淋浴，无可躲避。管道拐弯又把他的身躯强行扭曲，在这种状态下，手上还不能有丝毫的晃动，焊枪必须稳稳地保持到一根焊条焊完为止。手稳了，你才能保证焊条正常的那个燃烧，才能保证质量嘛。责任到你身上了，你就要有勇气去承担它。按照惯例，主管道焊接的每一圈焊接任务完成之后，都要经过检测人员严格的射线检测。检验结果均显示，魏小鹏和工友们的焊接合格率达到100%。在完成整个焊接后，焊工要把自己的工号刻到主管道上面，这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那就是我的名字，那道口和我的名字和我的命运紧紧的就绑在那儿了，是永久的。如果我干不好，那就是我的耻辱。工匠们的职业生涯既是技艺磨砺过程、技能积淀过程，也是心路历程。无数极限式挑战的积累，造就了他们自己，更拓展了人类的认知空间和创造能力。